你怎么还没有起来？我都准备过来了。啊，行行行。宝宝，王爸回来，你肯定是撒屁股了。他今天早就出去了，妈妈。他去哪里了？那他也没说，早上醒来人就好了。他再能整迟一点的，我干嘛都不知道。 那你先吃点吧，吃完再睡一会。不用不用，我等一下到门口就吃好了。那去啊，省得冷丁。早饭是一定要吃的，不要像我一样年轻时就饿出胃病来。喂，妈。 没有，我早上出来有事情了。也没有，你想什么呢，老妈？我先挂了，我还有事情啊。被泼泼太冷的雨滴和雪花，更坚持微笑要暖的像太阳。 小月，他这个人脾气就是这样子的，也不懂得女孩子心里是怎么想，就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玩。他也难得出去，平时我让他去，他都不去。他这个人脾气就是跟他老爸一模一样的，有时候气都要被他气死。等他回来，我再骂他。那也不用，他难得出去就让他好好玩。 你再来，才给客户了，那就转了呀。我要去看你说了嘛，有事情。我跟鸟姐姐约嘛。过来看我啊，那里个啥去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不是没有停了，不是没有。非洲有天空蓝，我要在。快来吃汤圆，你不要吵了。赶紧吃，算了，我带你去逛逛。别问了，你直接回来。被泼泼太阳，雨滴和雪花。 更坚持微笑要暖的。原来你决定和我做这个了。妈妈还以为你出去玩了呢。啊？你做的这个菜也太丑了吧？这是哪里丑啊？这又不是我做的。赶紧走吧，免得又开始。怎么不带爸妈一起去啊？那我他们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，都爱扬起头不听命令的话。
像从来没有吃过忘受过伤，还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。我要在看得最远的地方，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。